有人问达赖喇嘛，关于人性，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？达赖喇嘛说，人类为了赚钱，他牺牲健康，为了修复身体，他牺牲钱财，然后因为担心未来，他无法享受现在，就这样，他无法活在当下。活着时，他忘了生命是短暂的，死时他才发现他未曾好好的活着。有人问达赖喇嘛，关于人性，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？达赖喇嘛说，人类为了赚钱，他牺牲健康，为了修复身体，他牺牲钱财，然后因为担心未来，他无法享受现在，就这样，他无法活在当下。活着时，他忘了生命是短暂的，死时，他才发现他未曾好好的活着。The Baba.